天气那么冷，你想啊，如果是自己家里的长辈，你要不要给他东西吃？就是只是很基本的道理啦，没有特别想说要干嘛，就是喝酒，喝酒还挂包，挂包，我有啊，嘎，谢谢。包起来了。那这边如果说你用不到，那你要再给人家的时候，你再去，你再。我来，我练，我来，我帮你把这个。